大家好，我是吉祥，今天又来黑龙江收网来了啊。这个渔网头两天钓的粘着冰上了，咱们先给打开打开，能不能拿下来？开始刨冰。开始收网了，看看鱼货咋样吧。今天温度不算太低了，今天零下30多度，气温回升点，回升点，但是今天刮风了，一刮风就挺冷啊也。哪的刮？那有冰坨子是吧？能打一下的吗？哎呀，总算来一个，还行，上个大鸭子，可算上个大鸭子，不容易啊。上大鸭子鱼，就一条鱼呀，家伙！装东西，拉着趴里走了。有鱼啊！好，回家了，喂鱼。收获翻车了，今天。不能一条呗，白扯呀你！还行，你给我挂了吗？啊，不是挂点上了吗？没有，挂了吗？别到时候下雪埋里边了。天哪，我那没挂，这就能扯的，只能进了。还有五万来九吗？不用，5块钱都得借。手套呢？你这个拿了吗？我穿去了。老公，小伙子，走，一家喽。